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姐，我怎么看那个人像龅牙红啊？他怎么会到这儿？龅牙红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上车吧。 晚上有一批货要到16铺码头，你派人去接应一下。是。先存在四方仓库，过一段时间再派人去取。知道了，老大。这批货价值不菲，多带几个人去。放心，老大。 大哥，怎么了？有情况，今天晚上没有入库的货，他们肯定是掏枪抢走了。走，没人吧？ 偷抢抢土，被我们发现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准备。吉川先生的计谋果然高明。我早就跟你说过。 跟我们合作，没有做不成的生意。<笑>不过这样一来，恐怕就断了杰森的财路，是不是过分了？过分吗？不断了他的财路，你怎么挣钱？<笑>哎，你说，那个心灵是不会中途变卦吧？ 我可是送了他10根金条啊！10根？哦，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。<笑>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估计杰森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龅牙红有一天会取代他，成为这十里洋场的华董。 翁先生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他的日子不长了，今后还有很多惊奇等着他。一点小意思。翁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，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。
还不到寝宫的时候，您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打蛇不死，反被咬，我们要加把劲儿。明白，明白。 那伙人把人绑架了之后，这就事情了日租界，我们没法追。日租界，就这些？是的，以往发生劫案都是逃到花街和公共租界，花街和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和我们都有交情，是能想办法的。但跑到日租界就比较棘手，日本人根本不买我们的账。这件事有点蹊跷。 喂，枪大司，我是特务机关的吉川。吉川少佐，你有什么指教？谈不上指教。 我在处理一起抢劫案同时，发现了另一起案子，是关于你的妻子和你女儿的。你有没有兴趣过来谈谈？喂，我是 Jonas。第一件工董环节的事情，我想你已经听说了。 哎呀，我的大处长啊！我消息哪有你灵通啊？选举这种事情，曾哥你是最清楚的。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叫功夫在室外，大家私下里早就开始活动了。<笑>这我倒知道，但大处长今天好像是话中有话啊。好了，我们俩是有交情的，我不跟你兜圈子了。今天上午。 徐尔灵石包围给下面的人打招呼。你分明带领没有你，但鲍亚红却在其中。我想，这有些不对劲。鲍亚红，这个世界是没有秘密的。我听说灵石这么做是日本人授意的。你是个聪明人。谢谢，我明白。还是老朋友可靠。当然。 是老朋友嘛，我这个法务处长还是支持你的。谢谢。哎，森哥来了，找我有什么急事啊？ 刚刚接到消息，史密斯病后准备回国，原来的代理领事鲍威尔正式成为领事。工部局华董，换届正在举行，这倒是个很意外的消息。哼，史密斯这个王八蛋，他明明知道自己要走，还要收我那么多钱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谁不贪钱呢？还有个更坏的消息。 听说日本人已经有所行动，准备推举鲍牙红成为新的华董。什么？鲍牙红做华董？哼，这真是匪夷所思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，自然想把手伸进租界。我倒是没什么，就是担心。怎么？你担心陆牙？ 森哥，现在你可不能放弃华董这个位置。你想一想，如果鲍牙红当上了华董，我们的麻烦会越来越多的。哎呀。
这段日子太平静了，确实不是什么好事。萧十一死后，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很多事情是上天注定，人力难为左右。三哥，别想那么多事情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说。 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如果我有什么意外，酋长和陆雅就拜托你了。 施主，签上写着“捕逃捕，守则不及”，将就凶而不防。施主，这支签可是一支凶签呐。凶签，那就是杀签。那也不一定。传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事之前就曾抽中过这支签，险些遭到杀身之祸呀。但是。 太祖福泽深厚，化险为夷了。那这签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支签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是逃跑和待在这里，都不吉利。去造反，反而没事。哎，这么晚了，秦斯还没回来？乔纳斯给他介绍了新任领事。 他要和新任领事在西餐厅见面。介绍新的领事见面，约在什么时候？就在现在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堵了这么长时间？前面正在过新任领事的车队。 这新任领事排场挺大的，还有日本人的摩托车来给他们开道。前两天我去公安局办事，听他们的司机说，这几天日本的派遣局高层要求新任领事到杭州赏秋景。看这趾高气扬的阵势，应该就是他们。新任领事现在应该在杭州才对。不对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找杰森。 没有啊，这领事为什么要带枪啊？这把枪你拿着，最近有点乱，你要小心。好，临时回来的时候我会和你通话的。再见。老头，是。
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你，Jason，快拿走他的枪！你为什么杀了史密斯领事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没杀他，有人害我。没有别人了，史密斯一个人在车里，而你拿着枪。 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没有杀他，有人害我，听见了吗？Jason， 快把他带走，快！哎，乔纳森，雷万才，为什么要抓他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史密斯领事被枪杀在车里，而 Jason 手里拿着枪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杀领事呢？ 快把 Jason 带上了什么事？我去晚了，杰森被驯鹿放的人抓走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说他杀了史密斯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跟史密斯是好朋友，他怎么可能杀他？他们说，史密斯去报案，说杰森威胁他。 说杰森为了选华董，送了一大笔钱给史密斯，可史密斯并没有跟他说他已经卸任了，在选举上帮不了他，所以杰森杀了史密斯来泄愤。这不可能，杰森就不是一个爱财的人。他是被人陷害了，会不会是史密斯串通了日本人陷害他们？有这个可能。我们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你放心，他现在人在巡捕房，一时半刻还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行，我要去救他！酋长，你要冷静，你一定要冷静，所有人都在看着你，你是杰森唯一的指望了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
我奉命搜查。搜查？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让开，别耽误我执行公务。乔纳斯先生，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寒舍，还这样的大动干戈？来，里面请。刘妈，来杯咖啡。好的，太太。来，您请。哦，有个坏消息，杰森先生涉嫌谋杀，昔日领事，现已收容在监狱。今日我是奉新任领事之名来查封家中的财产。对不起，处长辛苦了。我们家的财物都在二楼的保险柜，要不然现在就上去。哦，不急不急不急。哦，谢谢。那就先尝尝咖啡吧。巴西的咖啡豆，意大利研磨，不错的。哇哦，嗯，哦，真是好久没有喝过这么精致的咖啡。我是身不由己。我明白。阿南，太太，带巡捕们到楼上整理一下家里的财物，另外给每位来的巡捕一人送一瓶美酒、三大匣香烟、一大匣外国糖果，领队的警官当然要多送一些。知道了，太太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们去楼上手脚干净些，所有的东西登记在册，让管家签字，再贴上封条，统一封存在保险柜中。是，先生。啊，是日本人先杰森暗言了。我知道，我就希望看在你们以前的交情上，对他多多照顾。那是那是。这个是送给您的。这是什么？希望您收下，因为这些东西比起罗先生的安全算不了什么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杰森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都是乔纳斯搞的鬼。我真没想到，他是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哼，中了人家圈套。看来工部局的新领事和日本人联手来对付我，这一劫始终躲不过去的。乔纳斯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。我听说，这个新领事鲍威尔并不知道此事，这事儿完全是乔纳斯一人所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。行，以后别带酋长来这儿，这儿不适合他。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我告诉你，这次的事挺麻烦的，恐怕我凶多吉少。我怕我保护不了你。过去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轮到我保护你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乔纳斯为什么会参与陷害杰森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要查清楚
乔纳斯到底是人还是鬼。亲爱的走吧，好吗？和我们一起离开上海。你们先走，过几招我就回去找你们。我听说上海已经不安全了，不久的将来这里一定会有大事发生。亲爱的，我是公职人员，就是上海战火纷飞也不能擅自离开，我是法务处长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哦，很快的，快了。等你和妈妈回家以后，爸爸就会回来的。好，我和妈妈等着你。你要尽快回来。走吧。好。帮我照顾好他们。别动，把手放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。兄弟，你是哪条道上的？看不出这是巡捕房的车吗？我知道。吕婉才，我树人，可是条件是陷害之森。居然有这种事！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受人挟持，我能做出对不起杰森的事吗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有交情。我之所以抓捕杰森，实在是无奈之举。这个集团越来越大胆，越来越放肆了。他们的确玩得太过火了。我实在没想到日本人连新人领事都敢杀，这个集团他是个疯子，现在租界的洋人人人自危。这个集团真是走火入魔了。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杰森？我觉得你们不妨调查找出证据，日本人还是控制不了租界的法庭。什么？你让我告你们？哼，人是你们抓的，现在让我告你们！我明明知道这是吉川陷害杰森的，如果现在用法律的途径来救杰森出来，你觉得行吗？这是救杰森的唯一的办法，我会在暗中支持你的。你一定要打这场官司吗？打，为什么不打？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存在。乔纳斯说，他虽然不能放杰森，但是他可以确保杰森在狱中的安全。那太好了。吉川靠武力威胁，我们就要靠社会舆论施压。我准备请来记者报道工部局和日本人之间的黑幕，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。嗯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好律师。阿南，阿南，太太，你知道上海最好的律师是谁吗？要说上海滩最有名的律师，应该是金阳大律师。
夫人，请坐。夫人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一向听闻泾阳律师的大名，您是上海最优秀的律师。夫人过奖了，您就直接说案子吧。你想让我替谁辩护？我的丈夫，法租界华董杰森，他被人陷害入狱，租界和日本人合伙陷害了他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你丈夫叫什么？杰森。就是那个上海滩的帮会老大麦克杰森。是。对不起，夫人，这个案子我不能接。金律师，这是一张空白支票，上面的数目您自己填，只要救出我的丈夫，花多少钱我无所谓。夫人，您误会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我刚才已经说过，这个案子我不能接。为什么，金律师？为什么不能接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因为我从来不接与帮会有关的案子。金律师，请听我把话说完。夫人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的案子我无能为力。夫人，对不起，外面还有人在找您呢。金律师，请告诉我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接？夫人，难道你不清楚你丈夫的名气吗？他可是上海滩无恶不作的帮会老大。你们不是认为你们有钱吗？那你们就爱找谁去找谁呀、啊！我可绝不会为一个贩卖鸦片的帮会老大去辩护。金律师，我丈夫不是您想的那样，他虽然是……好了，你不用再胡搅蛮缠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纠缠下去的话，我就报警。金律师。今天秋章去找了上海滩最有名的律师泾阳律师，可金律师坚决不接这个案子。这也难怪，金律师不接这个案子是有心结呀。你怎么知道？泾阳律师才华出众，为人正直，在上海滩很有影响力，也一直是我们的统战对象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能不能通过组织的关系说服泾阳律师让他为杰森辩护呢？我看难。这个上海最有名的大律师却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，也怪老金是工作太忙疏于管教，这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抽大烟，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，把他老子的脸都丢光了。这老金一怒之下就把他儿子赶出了家门，也因此对贩卖鸦片的人恨之入骨。这个时候秋章去找他，可不是正好撞在枪口上了？原来是这样。要不再找找别人试试？我看这不大可能，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工部局和日本人之间的黑幕。如果没有一位像泾阳律师这样正直而有才能的律师，我看我们很难打赢这场官司。为什么一定要救杰森？他是为了我们才去竞选华董，才遭人算计的。那也得我们管得了。这杰森是青帮龙头，恶名远扬，要救他太难了。况且说句不该说的吧，他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和提供的帮助一样多。那也得想办法。哎，老赵，你要想想办法动员那个泾阳律师才行。既然你坚持，我就试试吧。还有一件事，没有杰森，我们谁都离不开上海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虽说现在封锁了租界，可是杰森走私洋酒的生意照样进行。他的货物什么时候禁止过出入呢？哼，据说他有一条秘密通道。秘密通道？你说什么？让我替杰森辩护？这事儿根本不可能。金律师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啊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别的事儿可以商量，唯独这件事儿没有商量。金律师，请你相信我，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，我是不会请求你来为杰森辩护的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你救谁不行啊？你救他这么帮会老大，
你说他什么事儿不干？贩卖鸦片，开妓院，收保护费。像这种人，抓一个少一个，这个世界不是更好吗？眼看开庭的日子就快到了，我们却无计可施。新请的那位律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他在上海滩也是非常有名的律师。既然晋阳律师不接这个案子，那我们只能找他了。唉，日本人是处心积虑，我真的怕，节奏过不了这个坎。哎，秋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 我这几天总是觉得很恶心。你不会是？我想应该是的。来，快点坐下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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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坐下。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别这么想。杰森在血雨腥风的江湖中打拼这么多年，这点小事难不住他的。我原来一直以为，杰森帮助我们只是举手之劳，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想过。他救了我和弟弟。 要毁了我父母的遗体，也是为了掩护我和陆雅遭到日本人的记恨。我真的觉得我对不起他。酋长，其实我对你一直有一份期待，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回心转意。可是今天我明白了，我彻底明白了。 其实我也很矛盾，我对杰森的情感是辜负了你，也有可能有负于我们的信仰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认为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，就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既有钢铁般的意志，也有属于他的真实情感。况且这么多年。 绿哥，那个陆牙知道纯子的事儿了。他怎么会知道呢？纯子现在处于最脆弱的阶段，我担心朱重阳会趁虚而入。是你告诉他的。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，陆牙和纯子多可怜呢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呢？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的。 看着他们，你们女人，哎，陆雅，现在通知你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去见纯子。你听我说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把你那套大道理收起来，我现在听不进去。我告诉你，我要见纯子。你冷静点。你松开我，陆雅，很抱歉，你要见纯子。 我真的不能让你出去，我希望你谅解。你们根本帮不上我，你们成天就在骗我。
在哭泣，再一次奔赴前线，好叫爸妈们召唤，再一次如月子弹珠奔赴神圣的保卫战，为了纪抗争吧，我们的中华大地，为自由战斗吧，英勇的中华儿女，民族的尊严在期待胜利，我们用壮烈的战斗来答复他心中的英雄和勇士在哪儿？祖国母亲正在召唤，心中的英雄和勇士在哪儿？祖国母亲正在召唤。我们所有人，中华的孩子们，铭记先辈教导，为了民族荣耀，不要怜惜自己与敌人。站起来，中华，从某一种你站起来，胜利在召唤，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，站起来。